政部警政署颁发国家警官奖个人组第三名蒋作宇县长，请大小队长熊志强或多起枪械警方副局长受奖。接着颁发反黑塑胶类个人组第三名，请警大小队长许宏志受奖。请县长、局长、彰化。这一次的国家警光奖真的非常不容易，过去都是在中央部、中央的单位以及六都才能获奖。那这一次我们因为诈骗的这个拦阻，那获得了我们这个国家警光奖。那总共呢，在这一年里面，去年一年里面，我们有阻止了674件的一个这个诈骗的案件，那这个金额高达到2亿5千800多万的一个这个金额哦，那所以说获得我们的个国家警光奖真的是实至名归。另外我们的这个小队长哦，叫做许宏志，那他过去还甚至因为很拼换了肾，那还是一样在工作岗位上战战兢兢哦。那获得我们国家的这个警光奖的这个个人奖的第三名哦，那可以说他善用我们的科技，他的自己的经验，那来这个办案哦。那可以说针对我们在西海岸的这个诈骗的这个车子的这相关部分，以及呢枪械，还有我们黑道的一个这个整数啊，还有非常好的一个成果。那真的也是他个人的一个努力，那这个真的是非常高兴。我们呢团体奖能够获得警官奖，个人奖还获得第三名哦。那我想在这边再次谢谢吴局长带领的所有的团队，那大家战战兢兢的针对我们的治安，针对我们交通不断的用心哦，让乡亲能够呢在这块土地上安居乐业，快乐打拼。这个过程中车祸有100多件，但是死于酒驾有10几件。那最主要我们还是希望这个我们的乡亲，那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，我们喝酒绝对是那个酒驾是零容忍的哦，还是要拜托我们乡亲多配合，那确保自己跟家人的一个平安。那我们也不希望因为你的酒驾造成别人家庭的破碎哦，在这边还是拜托大家务必一定要坚持我们这个喝酒这个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，交通顺畅，民众安心为工作主轴，让乡亲安心过年，请看影片。